咯。咁嚟唔嚟游水呀？你以前就有俾過餐？以前就冇俾餐，因為冇得餐。啊！就跟到我哋嗰個教練咧，就開始俾餐。啊！呢個係你哋嘅教練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咁佢教你，你就嚟俾餐，俾咗幾年啦？幾時開始比賽啊？嚟呢度第三次。我講佢原本幾時開始比賽啊？啊，幾時開始比賽啊？你幾年開始比賽啊？08年啊，你啊08年開始比賽。啊，08年。係啦。2008年開始比賽。啊，2008年。你哋嘅教練帶你哋。每日都有流水咩？你每朝都流水，最近身體身體都係流水。啊，每朝早都係流水，係咁你有夢想？你要流到幾時啊？我諗住流到自己唔流得就唔流。係啊，好嘢好嘢。好開心啊！嚟台灣啊，我哋有感情喺度嚟，我哋台灣今次四次啦。哦，你睇。比赛都比了四次了。哎，你能赢，我都唔赢啦。比赛都咁你而家年纪大年纪啊？你同我咁啊，细个都话。啊，79岁，79岁啦，79岁啦。来台湾就比赛4年了。哎，你讲系08年开始比赛就差唔多5次咯。系啦系啦。上一次系喺边度比赛啊？上一次高雄，旧年在高雄。不是，他说08年开始比赛。啊，那我说08年在台北，也是在台北。高雄是08年不是彗星飞也是什么飞呀？08年。都是慧行杯嚟噶，好像都是慧行杯嚟噶。咁嚟呢度淨係參加慧行杯嘅啫。哦，係啦，係啦。啊，好嘢啊！多謝。咁樣79歲就可以游水，咁你想問你哋，請問一下，這個教練，你們，我訪問你。教練，請問你，帶你們這個，香港的碧涛游泳会到台湾来了几次了？06年开始啊。06年就来了，06年参加的是哪一个比赛？是全国的成人比赛，在台南的。哦。在台南的啊。所以是全人泳协的啊，这是第一次啊。那你们平常有多少个会员呢？平常比赛的会员很多啊，差不多100个。哦，你们在香港。在香港有100个人参加你们这个碧涛泳会比赛的，比赛的就100多个，哇，这么能干！那除了比赛的会员以外，还有多少会员？还有我相信大约300-400的，有300-400个。平常有早泳的很多，有早泳的有300-400个，那都在一起游吗？不是，分开啊，各个地方不同啊。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游泳。然后，那300-400个是怎么办？怎么？啊，各自有自己的教练吗？啊，各自有各自的教练。那比赛的时候，在一起来。啊，那这次来了多少人？这次来了很少啊，这次来了11个。11个。啊。哦，但是我看到好像个个是好手哎。啊，自愿参加的。我们不分什么好手，只要是参加，参加为主。是，因为我们的香港的比赛很多啊，刚刚上个星期才比赛啊，所以今年来了很少。啊，对啊。看起来你们的成绩都非常好。啊，都是为了健康呢，我们大家一起开心。啊，好的好的，好，谢谢你接受我的访问，好，谢谢。